还不简单，看我的！不错不错，能变出这么可爱的小猫，大猫好厉害！哇，怎么会是猫？我想变一只狗的。什么？你变错了，大猫零分。下一个，小贝，我要变一只凤凰出来，惊艳全场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呼啦呼啦变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小贝姐姐，你的凤凰是去烧煤了吗？才没有，小贝零分，怎么会这样？小雪，你来变。好，我变。这是什么？看着像鲨鱼，但是有雕的翅膀，难道这是沙雕？我不要变这个。呼啦呼啦变。鲨鱼拿着叉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鲨鱼叉子，鲨鱼叉子啊？难道是沙叉？小雪，你这变的都是什么？希娜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哼，最后一次，呼啦呼啦变。小雪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鲨鱼西瓜，你是想说我沙瓜吗？不是的。小雪扣100分。不要了，你们第一轮都过不去，我宣布你们的魔法考试失败了。不要了，希娜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好吧，谁让我心软呢？最后一次机会。好耶。第二轮的目标就是这盆魔法花，你们要用自己最擅长的魔法改变魔法花的状态，只要花变了就可以，对吧？是的，我最厉害的就是火焰魔法，只要我用火焰把花烧了就能过关，我肯定是第一名。看我的火焰魔法。王勇，小贝姐姐快停下。我停。小贝，你的火焰都放反了，第二轮也是零分。这次我先来，我要用冰冻魔法把花冻成一个大冰块，肯定没问题。好，开始吧，冰冻魔法。小雪姐姐怎么把自己冻住了？小贝姐姐，你快用火焰救小雪姐姐出来呀！好嘞，我这次一定不会输了，火焰魔法。小贝，你干什么？对不起，解除魔法。怎么样，花冻住了吗？我过关了吗？小雪零分。为什么？这不公平！我不想说话了，你问小朋友们吧。大宝，解释下你了。你们看好吧，一定能过关。我的植物生长魔法最厉害了，变花可是我的强项。嘿嘿，我要让一朵花变成一盆花，这么简单肯定没问题。看我的，我变。你们全都不及格。怎么会这样？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谢谢小朋友们提的建议，我们一定好好练习魔法，下次一定能通过魔法考试。我们下次再见。